它的颗粒非常非常小，非常好吞之外的，它真的是就是全台销售第一的鱼油，它的一美节直接下杀五折，等于是单罐里面有60片哦，变成220元而已。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崔咪，今天我们桌上很多很多的战利品，大家不要看我真的超级爱买，其实我是非常会省钱，不然我也不可能。这么厉害，那好呀，财富自由。今天我要开箱这些我在虾皮买的赠品之外呢，还要教大家如何买最便宜。喜欢今天的主题，记得订阅频道，记得每周三都有新影片啦。我们开始开箱吧。哎 ，Yumi 会逛虾皮吗？会，我平常都买假睫毛啊。哦，你喜欢买美妆类的东西？对，我喜欢买美妆类的东西。哦，因为像我的话，我非常喜欢买美妆保养类的东西，还喜欢买保健食品。这一次我就发现，在虾皮的医美保健上面买啊，差很多。首先呢是，因为大家知道说，其实像我眼睛不是会一直长吗？因为其实我眼睛有蛮严重的干眼症。重点是我最近发现我老公眼睛也不是很好。哎，真的假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年初去做了那个雷射吗？结果后来他一检查之后，发现他眼睛老化得很严重。这么心酸，对，老化到没有办法，到底是雷射，我现在在那边幸灾乐祸。不是，我很傻眼，因为像我是外显的眼睛不好，对对对对，我没想到他跟我一样，哎，我没想到。所以呢，那时候我就问医生说，请问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他的眼睛保持在比较好的状态？那时候医生就说，最简单就是吃鱼油跟那个叶黄素。鱼油我觉得有差，鱼油真的有差，而且我每次吃鱼油，我都发现我眼睛好像变得比较水水的感觉。眼睛的部分我自己还没什么感受，但是吃鱼油的隔天，我身体相对比较不会那么累。因为其实鱼油它可以帮助身体比较发炎，比较很多人会说你们工作有压力吗？我们工作压力超大，像他就说他今天才睡3小时。对，因为我昨天的广告拍到半夜，然后我今天早上接了一个早上8点工作，然后6点就要出门。我觉得很多工作是压力蛮大的。我真的是鱼油一定要补充，我自己就这次就跟着买他们大言生意的德国顶级鱼油，我也是买这款，你买这款对不对？对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其实大言生意非常有名，美凤姐啊，美凤姐是他们家爱用者。再来就是他有问你说你吃的鱼油有几趴，他直接开枪，他的 Omega 是高达84%，一般鱼油好像不太敢这样公开说，对不对？好像不会特别标榜多少，对对，因为他敢公开讲，就表示他真的用料有在实在，而且他是2023年，他有用 SGS 直接去检验，它是采用 RTG 的萃取形式，表示你的吸收力会更好。那我就觉得说，既然自己要吃的话，就一定要选择最有效的嘛。嗯，因为如果你买了一个吃了也没什么感觉，就不知道在干嘛。对对对对对，安慰剂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它的原料是来自于德国的大厂鱼油，大家最 care 的是有没有什么重金属啊？是是是是是，这个是帮你做一个保证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然后再来就是颗粒，它的颗粒非常非常小，非常好吞之外的，它真的是就是全台销售第一的鱼油。鱼油这个颗粒大小吞就是刚刚好，我有一种好大颗然后吞不下去的感觉。而且它连续4年有得那个食品界的奥斯卡，然后它特级金奖，所以它基本上它的回购率是99%。而且我承认，我觉得它代言人长得好有说服力，因为你知道美凤姐美凤姐很好嘛，年轻啊，对啊。而且我上次去录影的时候看到美凤姐超美，她不是镜头上面美而已，她是本人也很年轻也很美，她代言就是买，就很有说服力啊，跟买，必须跟买。那除了鱼油需要补充之外，这是代言生意，其实我也买了他们家的叶黄素，它也是非常非常小颗的。嗯，我觉得他们家很棒的地方是大言生意，你看它就是很敢抢，临床实验28天，体内叶黄素浓度可以提升520%。你大家也知道市面上非常非常多叶黄素，可是我觉得真的没几家敢说他们家的浓度有非常非常高，因为其实如果你要让你的眼睛真的有感的话，你就是要让体内叶黄素有到达一定的浓度，它才会有效嘛。哦，就像胶原蛋白一样，如果你没补到那个量，你就会一直觉得它没用，就是类似说人家说什么智商税，可是其实真的有用的胶原蛋白真的会让你的皮肤全身上下都很 Q 弹。它还有添加像是智利酒果，这个整个系列都是要提升你眼睛的水润度，所以其实像我有干眼问题的人就是要吃这款。我那时候听人家讲说他吃什么2颗眼睛就立刻水水的感觉，我觉得也有，因为我的确没有吃他们家叶黄素，不敢多讲。但鱼油我是觉得蛮有感的，鱼油很厉害。你看大言生意品牌大，然后他又敢这样写，其实他就是真的是经过全部实验证实，真的是有感他才能够这样写，不然他被罚了宝。而且现在广告不时会抓很凶。对，这个是我在虾皮上面买的好货。哦，那个很有名。对，这个。哎，我还没买过哎。你没有买过？因为我还没有在虾皮上买过这个。哦，这个现在买超级便宜。它的医美节直接下杀50%，哇，超级划算！它等于是单罐里面有60片哦，变成220元而已。
天哪！而且我记得它是不是就是积雪草，所以它可以修护？你没有积雪草，所以它其实有弱酸这样子，可以帮助就是角质代谢。对，像有时候你在帮人家化妆的时候，身体上会有那种粗粗的，或者是那种对有些人会贴吗？有没有？擦完之后，你的皮肤超贴超亮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它这个爽肤棉它是两面的，它一面是这种有颗粒的感觉，然后一面是平的，因为它其实里面有水杨酸，可以帮助我们去除像脸上的老废角质，或者是那种容易长粉刺，或者是 T 字比较容易出油的地方，你都可以用这个他们家的爽肤棉。然后这个一颗一颗的地方，就是专门使用在这些比较粗糙的地方的，好，你就可以这样稍微的把它擦一下，两颊、鼻翼的地方，摸起来粗粗的这个地方，人中。下巴，我觉得擦博纹也蛮好的。那另外一边比较平滑的这一面呢，你就可以拿来湿敷在两颊的地方，这样子把它湿敷，所以它是两用的哦。所以为什么在韩国真的卖爆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用法太多。大家记得还是要温柔一点擦，谢谢。对，你看它还可以擦身体哦，它不是只有擦脸。的确，有些女生就是手肘会比较粗糙。对，你可以擦一下。怪真的是疯起来，现在还下杀哎！对啊，直接下杀，220元。接下来呢是理肤保水的 B5 全面修复霜，这很有名，我买过。其实我之前就有开始使用，所以我有记录一下我之前用在脸上的感觉，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。这一罐我真的大推，因为我妈最近生病的关系，她皮肤变得非常非常的干，然后她就问我说：“女儿啊，有没有什么推荐我就是这段期间可以使用的非常温和，然后修护效果又非常非常好的保湿的？”然后我就跟她说：“我去帮你买理肤保水的 B5 系列，我觉得 B5 系列的修护效果真的是太好了。如果你本身的皮肤真的是太干，或者是在特殊期间你想要找一个非常温和、适合敏感肌肤人的话，理肤保水的 B5 系列我真的是心中首选。”然后这个修复霜给大家看一下质地，它是连婴幼儿哦都可以使用的，它没有特别的香味跟香精，它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，它里面有高浓度5%的维他命原 B 反，它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皮肤泛红啊，或者是一些干痒啊，还有你今天去做完一些医美课程的话，你如果要修复肌肤，这一罐我真的大推。那最后一个战利品呢，就是理肤保水他们家的这个全护极致抗油光防晒亮白乳，名字好长。对，我那时候在用的时候想说，哎，名字也太长了吧。可它就是针对像我们混合油肌的人，它就是用起来它比较没有那么的滋润感，然后在夏天也非常的适合。我觉得他们家理肤保水最棒的地方就是他们家的防晒都不会很干，因为你知道有些防晒擦起来超级干，对啊，干到你之后没办法上妆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有些它就强调抗汗防水，然后结果然后就变得没办法上妆，完全没办法上妆，这个完全不会，你看它有点湿润感。哦，那我要涂。对，而且它是可以亮白的，基本上它就这一罐就是油肌必备的防晒，而且它的 SPF 有到50+跟 PA 4+，而且的味道它没有香精，正常的香味，对，然后有另外加香精。对，所以它这个呢，基本上它里面有独特的一个防晒的滤镜，它真的像是 UVA 啊，我们怕晒老的部分，它有加强防护。所以我们擦防晒其实不只是想说，哦，我不要长斑点，或是不要晒黑而已，而是我们不要变老。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修饰毛孔的效果，我觉得蛮好的。而且我觉得它没有很厚重，它完全不会厚重之外，它稍微有一点点保湿度，让你之后不会黏腻。对，可以再上妆，然后有点一点点亮亮的润色效果。而且它不含粉刺，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怕说夏天擦东西就会长东西的人的话，这一款我觉得它是可以安心入的。以上就是我一直会回购的美妆保养，刚好趁着虾皮医美保健节买呢，真的是差最多。我随便算一个给大家看，就像这个鱼油，官网价格呢是550克，然后是8199。但如果你趁这个时候在虾皮购买的话呢，3450等于有240克哦，而且满千还有折扣，加上最高回馈还有1100虾币，等于一颗鱼油就差5块少。你要想一天我们吃2颗，一天是不是就差10块？那如果你时间一拉长，这个是长期的东西，是不是就差非常非常多的钱？那多出来钱就可以买一张存股，然后存股可以帮你生利息。你看他多省钱。没有，我常常在想说，你看我都买一张存股，然后存股买了之后，我又可以用利息再回来买这些东西。对啊，然后多出来又买，你看就是一个正循环。对，正循环是不是很厉害？很厉害，非常好。详细的优惠我们放在资讯栏，让大家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虾皮到底怎么买最便宜，还有它的优惠那个条列式给大家看，这样子。好了，那最后大家可以留言，就是如果你有被生活，你想要买什么东西呢？留言给我让我知道啦。我们提供小礼物一名给留言互动的大家。你看完最想买什么？叶黄素，叶黄素，对不对？
且我跟你讲，不只是鱼油有便宜，你看叶黄素一定有，然后再来就是你看这些所有我们平常会用的东西，都在它这一次的虾皮医美保健节超级划算。记得每周三我们的约会啦，我是你的保养达人崔咪，我们下期。